喵勾拳。黑暗矿山入口，死亡之都。嗯？办法都是指向性的耳机，就每次都可以收到一些不该听到的声音。哎，麦克风很好，麦克风烂才会乱收到音耶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是电脑问题。我每次我这台电脑真的有点怪怪的。像之前。那個、小秘书推的那个耳麦啊，说指向性超级好，都不会听收到什么。之前他塞那个连爬，说收不到，他说隔壁就是喇叭，收不到隔壁喇叭的声音。结果我一用，哦，什么声音都收得一清二楚。会死人嘞！
晚安啊。哦，打算开到几点哦？一样十点吧。我明天晚上就不开了啊，没办法开啊。直接有没有 GT 我不确定而已，还没有收到通知，赖也没有敲，不确定哎。回村庄，对啊，我明天会累死。明天还好啦，后天呐、啊，明天只是下高雄而已。又有港口的任务哦 ，Go Go， 杰哥带神员吗？你不认识这关卡？我以前玩的时候就有这关卡了、欸。三角，哦。真的是很烦欸，不自己去打。
哦，想打哈欠了。好，挖个鼻孔，好痒。看什么？看锤？看翻什么翻？现在，之前就鬼灭啊，现在是十纪元啊。啊，漫画的话很随便欸，就主要是海贼王啦，海贼王、鬼灭还有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达尔文游戏，不过那个比较像月刊月番，那是一个有点推理嘛，也不推理。只能跟小鱼玩才好玩，我们是吃紫色70多等的那个深渊等级在打怪。哦，好像是这里，这边等下第三个门有什么兔崽子的，什么兔崽子的巨人啊，还叫什么的。这个，这扇门，你们注意看啊、哦！我记得它有什么兔崽子，有没有崇拜兔崽子巨人？有没有？崇拜兔崽子巨人，就这只。没有，以前也不知道兔崽子是干嘛的啊。那天是跟他们聊天，聊，边打怪发现。草地太多了，看不到。
当然要闲啊，看不到怪、欸，气死！完美错过，哎、欸，完美。海小鱼，海静。昨天看到他们说，哎、欸，繁星有送，有送60装备，然后就练到，啊，早上6点剪完片，就看想说啊，有60装备拿来练那个冲一冲好了。结果冲完本集，找了1个多小时没找到啊！那睡醒之后又看到说，可能就是他有一些特殊职业才会送的，然后就对这游戏觉得啊，算了啦，心厌倦了。真的好困哦！要不是设闹钟，我现在应该还在睡哦。干什么？你的噩梦好弱、哦。感谢你让我醒来。好了，完成了，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了。Hello， 这边。遗失的废墟哪里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人物哈。音乐有没有下棋？不是下棋啊，看有没有 GTA？ 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去下棋咯。哦，白痴哦，走错门，哎、欸，走错，啊，没了，耶、yeah ，可以开始打这里的任务了。寂静的森林有人，不对啊！是在港口啊？啊，怎么刚刚没有看到？咦？寻找位置。好，我们来这边。
哦耶！有时候会出这种精英怪啊，所以可以打就打。在家每日怎么办？不是啊，你看我今天我可以礼拜五晚上接每日啊，然后礼拜六回家再拿每日就好了啊。我不是出去三天两夜。是吧？